我跟他是相亲认识的，因为前段感情带来的伤害，我选择了听父母的。秋秋，嗯，我觉得我们很合适，要不我们试一下？壮壮多好啊，结婚就要找这样的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再幻想不切实际的。好啊，那你先上去吧，明天看电影我来接你。你最近皮肤状态好好啊，上妆都敷贴好多，果然是恋爱中的人啊。哪个哪呀、啊？今天过节，我男朋友给我发了5200，你家的呢？我今天加班，就不陪你了。我想这就是爱和将就的区别吧。走吧。这什么呀？这贵的，你赶紧退了吧。这个不贵，你喜欢就留下呀，我怎么样都行，但怎么样也不能委屈你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没什么，我以为你。以为我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以为你跟我在一起只是将就。他对我很好，但是我仍然没有以前那种全身投入的勇气。直到哎，你回来啦，怎么啦？你别怕，别担心，这个病可以痊愈的。这个病很好治的，就算没钱，我卖车卖房，我都会把你治好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不用瞒我了，我都知道。你再仔细看看，这是假的，我们公司的拍摄道具。道具。我原以为我只是选择了将就，但没想到遇到了满眼都是我的你。